人民再一次啊，要诚实，要公正。我们都不会吗？哪里会知道是谁好，谁不好？要做 YB 哈，我看叫他马路做好一点哦。警方只会讲的，如果不会做，没有做出来啊，我们下次当然不会审他了。从街头走向茶室，听听沙拉越民众的心声。沙拉越周选特别报道，4月11号星期一晚上9点整 ，PPTV 频道100。